行，我再补充一点啊，以后大家假如要创业，要开连锁店，对吧？那把我们的皮革挖过去就做主管就可以了。明明往前站一下。明明介绍一下明明。对。晚会，这个画册就是老周设计的。这是多伦多第一本最好的画册。没。对，也是第一次这样的晚会，以后有这样的册子。老周是中央美院毕业的，中央美院的高材生，工艺美院，工艺美院，啊，现在是清华是吧？归清华了。现在归清华。归清华了。是清华的这个分厂。再见啊，谢谢啊。我一会儿还要采访。好。和一个关于他的报纸，我该。好。我说有什么好的消息，就发一面或怎么的。你现在这个产品什么时候可以说？产品什么事都可以做。不是啊，我说你这个王府的这个涂料。只要你有什么合同什么的，我们就可以做啊，就可以运货。已经在投产了，在国内已经在销售了。价格怎么？价格呢？它是看起来这个好像单位的那个什么，一吨好像看起来传统的贵，但它因为它涂的薄，涂的少嘛。你好啊，它按单位面积算的。说一个平方米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你在商品的级别太多了，种类啊些太多了，所以价格不是一比如你想，你想你要好的，现在我也是好朋友了。对呀，你现在好朋友了。十米以上有什么价格？还有这种，那很。怎么样？男士欺负你们呀？我也是，我帮你啊。具体的不是很熟。他帮你们呀？我们有专门的技术人员。好吧。我们现在已经在亚洲或者一些地方销售了。现在目前只有德国有，但德国想跟我们合作，但是呢，德国是什么？对呀，这个下次什么时候有你发一面给我，然后叫我的技术人员过来。叫易峰啊，他在美国参展更好。一年有了一大堆的，美国消息肯定是啊，美国可能更多，像我们就可以到找油田呐、啊。还有管道，反正有管道都可以的。还是不搞技术了。我们那个叶峰自从认识了你们以后，他不安心了。有没有进步啊？没有。他是进步还是退步了？进步了。然后我自己经常讲，哎呀，我是在推出什么什么，我是做技术没意思。没有兴趣了。对技术没兴趣了。对这个感情，我们把人家影响了。你上次没叫我。我生命的